暴，政府制造白色恐怖，杀害香港市民，原告都变被告，香港仲系唔系我哋熟悉嘅嗰一度 ？No， 咪捻再同我讲乜嘢关心政治，政府警黑勾结，逐渐浮现。警察当街开枪杀人有冇眼见？政府为咗极权通过穿针引线，佢哋想去控制我哋香港嘅每日度，官逼民反武装起义唯一可以做，微笑到埋身嘅理由点会谂得到？着件黑衫戴个口罩都可以话大手部，继续围捕，再次塑造。白色恐怖杀害香港市民，涂炭生灵继续滥捕，呢度仲真系我哋熟悉嘅嗰一度。我哋出街唔系想制造民怨，只系想可以为香港换张新嘅重生券，落实三权分立，极权统治。Shout out to 所有义士，名留青史。你话香港非常珍惜我哋嘅呢一代，信捻错你班捻样，记住可一不可再。信你搞个十九对话会，聆听民意，讲埋呢句点三八对话宗旨。出卖港人 MTR， 烧烂埋李铁道，九条人命教我哋点样再倾诉。Fuck the popo， 从此各行各路，够做卖力，我哋含混如雾。